是是，现在要不然就花一点钱给那个教练场，教练场啊，他们跟那个 GMV 有合约的，可以不要排队，一个礼拜以内就可以跑了。啊，那是专门的教练。啊，让人家花钱，好像是150块吧。150美元啊啊。是要150。也就是驾校吧那种的，类似于他跟，类似，哎，驾校车，用他们的车，他们的人，他们帮我走。哦哦，哦对，那美国这边也走后门啊。不是，他跟那个驾校优待，有那合约，有一部分给他们名额。哦哦，啊，哦，那是这回事。他鼓励大家都去学驾驶，需要去练车啊。哦哦，因为你车子练得越多，人都是越赚钱。交通安全嘛，哦哦，直接没有学车，没有路，直接去考察也麻烦啊。哦，也对对对对。啊，当地也为了安全，他也不是。啊，哦，也对。交通顺畅，安全。对对对对对。这是湾区大桥。桥很长是吧？大桥，大大。技术真好。